我们欢迎杨哲。杨幂，杨幂。哎，大家好，谢谢谢谢，哇，各出新专辑，哎，我这是我第十六张的新专辑，16张，第16张，这一张可以是说我历年来所有的专辑里面，最快达成100万的点阅率的，这是什么款的能力啊？是这歌非常的洗脑，还是讲，也写人生啊，从出世落土定八字，对，然后细汉和父母亲。呵护到长大的时候，他必须要自己面对人生了嘛？对，他来得起温，温得爱家己创造命温啊！不管你是哦，老头加金汤匙啊，还是讲善巧囡啊，你到运的这个区块的时候，就是咱爱家己创造命温的时代。谢谢谢谢。啊，然后到尾啊，终究还是要面临到年老的时候。不管你善巧啊好嘢，你就是一定爱认命，然后呢，把握当下呢。那杨哲大哥被带来都是几首歌？时也，运也，命也。来，这回来演奏。一切全是命。